也没有水了，所以哇 ，Alpha 要直接策动一个三人塔杀，哎，就是三个人夹击，家里优势有 TP 的这个位置，先闪现拉开地府，先脱离了一个想翻身机会，再一个反身 W 锤，扛塔的悟空先行倒下，也 地府 还没有倒，成功撤退 ，TP 过来的一闪现一拳 ，Uni Boy 直接留住了阿萨奇，阿萨奇被留在前面说兄弟救我，一个治愈炸一个盾，这个闪现下去，残血补到50滴，成功跑掉。 负责打节奏，哎，这直接交闪现，闪现吞了 Kino， 直接舔回了挖口，挖口再交闪现脱离范围，后面以色拉终于赶到救回了一点血量。两个人的路话，嘲讽直接朝到后，闪现的斧头搭配了诸神皇冠，准备要开砍，阿萨金是没有闪现的，正面有扛着 Uni Boy， 让后方的空月直接劈人头，空月拿到，哎，或者说就被拉到了，有点危险了，一会儿九段王要稍微拉了一下，多连锁也交住。 残血这边要闪现抓了吗？有机会吗？闪现哦，直接是加速了，直接把艾伦的治愈也打掉了。五个人就算是四只加头啊，五个人这边全都动起来了。他现在在上半部哦，所以这边这个塔莎，空月直接走出来，目标是艾 l 伦加里奥来，坦克你在前面，法奥斯是闪到坦克 前面让 Kino 咬回来，不过后续是两个闪现硬要死啊，硬要你死，而且连坦克级都倒了，这两个人。 没有任何技能，中路又抓到了一个阿萨辛，直接被暴打。又，我们来看看中路怎么死的。想要来打一个2打2，但完全忽略了 Z 的跑线了，这波哦，这场比赛就看到老将的价值。如果也来了，没有法上哦，埋了一个打野，但这个打野看起来救不了太多。K将可能要看着自己的队友死去了。下路外塔已经先掉，并无化也拉了起来。这家等进了结束，他们已经直接被控制住了。法洛斯又被秒杀，后面赶到K将虽然翻了出来，不过自己下路双手已经倒下，后续是穷牛逆转搭配雷克萨的大绝，但全都被塔里克的一个宇宙光彩。 太多的人在边线露头的话，A出甚至可以执行这个方。哦呦，这闪现过去直接抓了。可以这样说，你是不是疯子啊？空月说：“我是，他是角色在空月手上拿到的时候，他真的对这个角色，什么时候该积极进攻，还有他的操作上限。”哇！哦呦，一次晕两个，而且是以色拉负责扛塔，后面是摔进来的地府，大约开始开跳的挖口，这一个撕扯直接扯掉了一个辅助，后面进场的 Rock 虽然有机会收头，但伤害够吗？前方位置还在逃跑，地府直接被收掉，这里倒下了一个上野。 他没有发现吗？啊，就这边打的，他没有发现吗？啊，就这样累了，一个痛苦撕扯，啪嚓，雷克萨听到了，中路位已经开起来了，后面是地府的赶到，一手拉又把艾特兰给拉了回来，全部就只盯这一个，不过伤害很高，艾特兰差点收掉地府，不过地府是靠着后续 Uni Boy 的赶到，一锤锤死掉了AD，而且Uni Boy有去追击的能力，直接开巴龙，好了，而后面的 H 个人决定直接开巴龙。 雷克萨还没有来啊，球队这边没有闪哦，所以等一下如果他在出现在不安全的位置的话，空月是可以直接开大追上去的。这里就要看 Rock 能不能表现出猴王的一个奇迹了啊！开K就在这边蹲点，找个机会，还在等待巴龙想要被看到，不过右边位置其实 H 就想要开战一手的大绝，直接撞到了Kino，Kino就算炸了一个白盾，还是得被融化。悟空虽然焦急了自己的乌鸡风暴，转了两下，搭配球女的转是效果还不错，不过后面的挖口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一个伤害。 现在前面收掉雷克萨，跳回来准备来杀一下这个上路 Rock， 就算很硬，还是得在所有的毛爆开之下倒地。最后是挖口的一个 Triple Kill， 一波的 Ace 送给了 Alpha， 再吃了，哇，这里突然的一开 ，Alpha 人员有感受到吗？第三个金球在悟空身上，悟空赶过来要造了，这个应该有机会来硬吃吗？这里想吃完的想法吗 ？HQ。 没有，还是选择出来了。后面又是一个地府，利用了分身直接晕住了 Rock 身上有毛，赶紧往右边去走，交了闪现，而且 Alpha 另外四个人看起来帮不太到这个悟空。悟空最终，悟空要来打就一定要交传送，有听到。 Alpha 人知道这个巴龙的一个血量已经到了一半 ，TP 准备要来，悟空要来赶到，已经来了。不过 Uni Boy 其实在上面也在劝退对手，这一个进场的嘲讽直接留住，不过下去了 ，K 将有没有机会投？对的，这个扯反而让雷克萨拿到了这一个巴龙。 后方位置用无敌开团的 HU 看起来没有这么的好运，因为悟空在里面已经开转，没有挖口，没有伤害哦，挖口已经倒地，那后方的人员也都要一个一个倒下。Steve只能赶紧的逃跑，这一个落荒而逃，看起来是没有机会回首的一拳，打掉对面只有一半的血量，但最终还是没办法存活。空月知道自己可能要死，想换一个打野，但 K 将也是跑掉之后，悟空进来，一个腾云驾雾拿下了一个Ace，加一个巴龙啊。 换这个要拿塔，很容易打，先用一颗球站住了窄口，一手的转留住了欧拉夫，不过还好空域有开大成功跑掉，又被守住。
这里想抢哦，哎呦没有了 ，TP 还要来，这个位置是有开战的打算 ，Uniball 已经从上方绕了过来，但 Alpha 已经靠着窄口，从河道的左边撤退，不过地图很快，这个跑速的姿势往右边位置 ，Rock 直接被抓到了，开始大转无极风暴连转两次，不过他以一敌五，没有，这是悟空72变。二敌五，但还是没办法打掉一个人。个人多拿到了一个中塔跟小龙而已。铁 rock 这边是有被抓到，这个跑速的加成，这个就是 TP 改版之后才能做到的事情。他是靠着守护家园，再加上 TP 给的跑速，再加上自己本身技能的跑速，甚至有机会开团的中路为悟空准备猫进来一个闪现，针对的就是中路想要秒杀。瓦口是活了下来，吃到了一个无敌反身开打，这一波的进攻 Alpha 是宣告失败， Uniball 的进场交出惊人之后也只能交闪现退场，开了一个嘲讽但没有嘲，然后雷克萨一个进场搭配了悟空再次进攻，就把 Uniball 给击杀了。后方位置瓦口开始跳跃，戴特也帮助了后排，可以创造一些空间，瓦口已经先扯掉了一个人，有机会继续输出，而悟空最终没有收掉克里斯塔，让瓦口开始跳了起来，反身的一个回打，一手的晕血流到了左边的琼女，阿萨辛正在逃跑，不过右方位置阿里克的一个倒下，地府想继续进攻，这个瓦口想进场，我又差一点点，保持回身收头，但地府也是帮自己 AD 爆了一剑之手，左方位置天使甲被打掉的空月跟球女有点难打，一手的斧头最后是被球女给杀到，毒蛇舔掉反胜的一个地府，这里想要画出一个奇迹，但被贪狠级大快朵颐吞了一下，快撑不住的地府血量只剩下不到几滴，来回的一个拉扯，快要被舔死，但他被动还在回血，一手拉挥手打，这边是一个辅助的上路的大条子，地府拿下了这个胜利。哇，我们在交闪线拉开已经帮他争取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，就是你可以看到这边第一波没有走到，但后续第二波的时候直接交在空中交了水银往后拉，为他们争取非常非常多余的会战时间，才有这波 AG 后面的反打，不然这边其实际上正面的碰撞起来，而 AG 的会战胜算是偏低的。这里在后面是所有人都帮助挖口创造了一个空间，挖口的输出打了出来，那后续这边的后续追就比较可惜，是球女在这边这个 QW 刚好QE 刚好转到了瓦口身上，非常非常高的伤害，让法罗斯有机会在此前把瓦口给收掉了。不然这一波会战靠着瓦口前面的极限，他说已经像是要赢了。而且这边来看下半部左下角的地方，哎，就拿到龙魂喽，龙魂拿下。不过悟空再一次的开转，瓦口这一次直接被抓走了。准备要进场，两个无敌全部无敌起来，又吃到无敌的瓦口，继续的跳跃，悟空已经被留住了，瓦口没办法，大了吧？还有 K 将到底能不能偷到巴龙，已经是慢慢摸了进来，看到巴龙的血量，巴龙的血量还有3000，但这次 HQ 们要吃到底吗？看一下这次挖口到底扯的结果会是怎么样，再次开个球女、又打到了、又是又把拿了这个巴龙，又把后续也是果断卖掉打野，而右方位置想进场，两个人反而可能倒下，地府反身回摔，摔住不盖在空中就被探戈机给拦了下来，地府倒地，多留守对手的艾特冷直接绑到了空月，开始爆点，空月也倒下，不过挖口从后面跳了出来，开始在别人身上不断插网，这一个扯毛的效果并没有太够，但 Uniball 的进场让挖口继续跳的空间，来回的一个拉扯 Pino 虽然吃了挖口，不过自己最终的死亡后面是加速过来的 Rock 终于再次的复活，不过没事， Alpha 又拿到了巴龙， HQ 人员还想接战，地府稍微拉了一下、又被多人联手给绑住了，交出技能，以色拉开有没有开大，有没有要救地府呢？选择要救了，地府起来反射回来，大绝下来，地府没有死，往右边走，加速后拉了一下，但 Rock 大绝转没转到。靠 TP 了，但现在 HQ 人继续绕到了后边 ，TP 要来抓下帆布位置 ，K 将已经先卖了自己，限制住了挖口，雷克萨单打准备要收头了，破冰忽然一撞把 K 将给撞了起来，挖口继续操作了空间，Assassin 没有球女转到挖口，挖口在后面被悟空给连续的转，不断的棒子，但他连续的跳跃。这是在耍猴戏啊，把 Rock 直接玩死了 ，Rock 根本打不到挖口。那这样可能要一波倒了 ，H 应该会想要拼一波。39分钟，三个人倒，现在法洛斯跟雷克萨可以做防守。中路位置看起来 ，Adler 也没有想要回了，他也想要中路跟你对换家。现在这一波换家的结果 ，Adler 已经上了对方的家中，进入了基地。不过有人回来了 ，Uniball 一阵的吹风吹到了 Adler 脸上 ，Adler 只能说不推了，不推了，要回家了。在30秒才复活，感觉 HQ 是可以拼 GG， 而且家里哦还有传送哦，可以断一下法洛斯，法洛斯被断了，这里只剩下 K 将一个人，欧拉夫的出场王搭配一个晕眩，这完全不能动 ，K 将最后开启了大绝，雷克萨的一个虚空极刑，一极刑人没了，后方位置主堡前双塔都掉了 ，Alpha 最终没有办法拿下比赛 ，HQ 成功再一次的反打。